啊，2000钻才可以再抽啊！我真的失望了。那好吧，等一下哦，这把这曲呢？等一下，这是我昨天的奖励。啊，我下面生态系8钻呢、啊。他们哥家买家打刚弄个钻石给你、欸。这集来讲一下独角兽讲了吗？到底讲了没啦？哇，真的假的？欸，那可以抽啦、啊。你现在，对对对，可以随便抽了。观众们，我真正生气啊！现在1350嘛，对吗？应该是100粒在当抽啊。而且一个有 skin 呢，血球滚滚。啊，收集到就有100钻，这也太爽了。应该就两千可以抽了吧？2000就可以抽了，看可不可以再得到一只紫色的、橙色的吧。让大家失望了，哈哈。没关系，那个图鉴给我一下就好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那可以看吗？啊，为什么他可以看，这一只就不能看啊？一只鬼魂那一只。来，冰霜风暴。那这个呢，是一个塔防哦。它啊 ，sorry， 跳太快了。所以我要叫他什么名字啊？应该是元素冰塔吧。不是。哦，那是技能的对啊，所以应该是元素冰塔，对。然后咧，历史战记咧，二之四嘛。现在还打得赢吧，所以应该是不用升级啊。我现在550钻了，再放一个。欸，这雪女王没绑鬼耶。啊？那有可能啊？怕输你这个？今天我不会一个假死哦，直接放出我最强的 Dragon 呢。这个你怎么能收掉？可没有长球。哦，果真要放一个大龙，他们才会怕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平常被他们欺负，他们就怕我的那只龙了。啊呼呼！所以今天其实有10连抽嘛，对不对？